韩佳子，你爹叫卡桑哦。少爷，你这么老口味的查甫人，爱较勇敢呢。卡桑，我来叫，厝给你挂，好不？头家，偌济钱？我大个，今仔我请得，今仔我请得，请得会使哦，啊？你上无歹摕一寡数费来开啊？我大个卖啦，我小生意人哦，一工所赚是无偌济呢。无偌济哦，我带水甲伊冰冻，哈，哎。你是阿叔还是台湾人？台湾人啊。阿嫂啊，欺负台湾人，我是不会讲。啊，若台湾人欺负台湾人，你就爱问看我欠不欠。你莫报这名来骗方诶！替好，替好。你等啊！哥，等等下。你恁两个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不急。以后若可以这条街仔顶去有善良的人，最好莫让我拄着。若无愿意啊，叫恁老大出来讲。下。阿杰，花偌济钱？免啦，今仔予你遐帮忙哦，啊，这今仔算我请倒来啦。唔通安尼啦，爱做个小生意哦，总行无偌济啊。哎，唔要紧啦。哎，免走啦。感谢感谢，多谢，都来坐啦，落来了。有人要载我无？趁食人惊了麻烦，莫啊！车少啊，等下来便衣门口看者。好。我都不去，唔知奈，伤得真严重哦。后壁伊包一捆。医生嘞，医生嘞，医生嘞！
还有必须要贵的，还有那些干将啊，医生哦，对，医生去同你清洗几下，做几下几下来去啊，哪有医生啊，无医生啊，啊无清洗来无咧，嘛叫一个来，无清洗了，哎，护士啊，有人找因啊，你倒来，回家来啦。医生来嘛，今天叫医生来。你是去叫医生啊？哎，拜托拜托拜托。你也坚强哦，医生对你来好。你是去我拜托你。你来处理的啦。大伯都爱叫我。我叫叔电话叫上一下好无？别讲叔叔哦。喂，第四局吼，麻烦你再八十八分，又跳完刀。嘿嘿，好，我等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喂，尤太太吼，我喊子啊啦，嘿，阮头家娘吼出代志啊，即马伫病院咧急救，会当麻烦你走去抓无？嘿嘿。嘿嘿，好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多谢哦，好好好，多谢哦。拄我送你来，迄个老酒醉会，有人当抽血无？抽血哦，我有我有我有。伊对我来验血啦。好。小姐，记得就快包紧，给我坐。休息一下。啊，他是你啊。我欢喜。拄才迄个先生抽遮侪回救你，你会记得甲伊说多谢。命干一条啦，你会好好保守。不免啦，这我应该做的。头家娘，你千万都要坚强，唔通想袂开。人讲，人咧做天咧看。虽然头家无地咧，但我憨子啊。一定会好好照顾头家娘你甲少爷。虽然头家无地咧，但我憨子啊，一定会好好照顾头家娘你甲少爷。会记哩，几年前我搭三轮车。在你嫁入罗家，迄阵我足欢喜的，欢喜啥我嘛唔知影。小孩出世的时阵，我比啥搁较欢喜，欢喜安怎我嘛唔知。妈祖婆啊，你来保庇阮头家娘，上善顺利，阿母家平安。谁啊谁啊？谁啊？嘿，查甫查甫。查甫的。咩啊？头家，头家啊！来，我拢想讲，
只要恁罗家若无弃嫌我，我番子啊，我咧一世人踮罗家做牛做马，好好照顾恁。但是未到今日个头月娘，你会变安尼，拢是我唔好，拢是我番子啊憨蛮，我无路用。总有一句，拢是你好人，啥物处长，伊是情生禽兽。我番子啊，绝对袂放伊煞。我真见笑。头家，哪知你为着伊安尼，唔知要偌艰苦呢？恁两个把迄个搬过去。好。你以为你啥物卡小？啊，你是啥物卡小？我搭个娘哦，无想要活啦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搭个娘哦，为着要叫阮头家去找李浩林，想要搞个精神甲。啊，不离阮头家娘哦，哪有三长两短吼？我韩子啊，嘛不爱活啊。韩子啊，即卖这个家吼是剩你一个查甫人尔。你若果真是想袂开，这个家是要甲放我散了了哟。唔通我白讲。咱伫这个乱世，都好亲像是无事大人的囡仔。若是跌倒，都爱家己爬起来，目屎都爱家己擦。你即摆若是哭，你是要哭互谁看？靠我相听，连要死都死不去，我真是有够憨蛮。较早咱做查甫囡仔时阵，咱是人的查甫囝，即马咱叫人做牵手啊，咱是人的母囝，阵做咱无替家己想。都要替囡仔想啊！我即马不是见笑，不是艰苦，我是要用什么面去见我的红婿？要用什么面疼惜我的囡仔？我敢若想讲，用我这条命。甲因我转来，莫让我的囡仔变孤立，我都心满意足。代志都甲发生啊！你阿婿转来，伊若真是要对你袂谅解，佫较安怎讲？你嘛同款是囡仔的老母啊！我都唔信讲你把囡仔放的，你的心会袂掉。你若真想要走，你敢行开卡是无？
这目屎，我留了给你家己擦。目屎若擦擦嘞，代志过去就过去啊。这个家，都要靠你家己好好打算。我的红衫，嘛去予人抓入去关啊。咱会当互相挖苦，啊，不过随人的大头，咱都爱随人打。你都遐坚强呢，还过我汉子啊，弟弟呢？你莫搁哭啊，你莫搁哭啊，啦好无？厝要借人过无？无爱。阿婆啦！阿婆啦！阿婆啦！阿母叫你嘛呢？阿玲，你算你是阿哥来的？阿姨啊，是我叫因来的。你后盖莫搁乌白招啊！恁老爸互抓去关，你搁唔认份？恁阿奶害着阮呢！行啦，来来来，等下你妈妈来找你啊！后盖忙来来因家。
我们看到，如果你们不能在这个地方重逢，或者是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面的话，也许是老天爷对你的眷顾，至少多一份思念，少一桩生离死别，也许可以减轻这个时代的哀伤。 干什么？再来吧！哟，你眼睛瞎？把人拉开！严俊，放开！走！放开！走！阿信，走！严俊，走！老爷，带去等一下。老爷，回！走，回！老爸，切掉了。没影了，你该赶快了，别干了。
们是一男一女啊，一个是笨蛋，另一个就是傻瓜。要是没你们这笨蛋和傻瓜，我还真闲得没事做呢。我就跟你说，笨蛋有话直说，说的太有学问呢，你不见得听得懂。我总要做点事情对上头交代一下，立点小功嘛。我打算呢，就拿你这件事情来做个文章。你可以选择你自己一个人扛，还是一起做同命鸳鸯。我不跟你们这种人谈条件。错，我不是跟你谈条件，是跟你做买卖。你要是不买我的账，我就把你转卖给李豪人处长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我写的文章啊是小品文，他啊写的可是论文。如果我算是坏人，他就是个恶棍。他常常说，这办案子就像绑粽子一样，随便绑一绑啊就一大串。不过你别急着回答我，我会给你时间慢慢考虑。不过今天你们这两个人把这蠢事情做得也太轰动了，痛打你们一顿啊，我很难对上头交代。别看戏了，该做事情了。痛打一顿就行了，我留着他的命还要用。是。医生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？我的心情就像这盆火一样，我很火大。第一，你违反了男女受刑人不准交谈的规定。第二点，我有理由相信你在搞串联、搞组织。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在串联些哪些人，你的组织里面有哪些成员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说。其实我的企图很明显啊，你们没有发现？我只是想组织个小家庭呢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人都被你们抓来了，你们还害怕什么？我怕，我当然怕，我怕你不招。
有充分的理由告诉我，为什么闹房？为什么丁鸿玉一个人犯错，我们全都不能放风洗衣服？这是规定，一人犯错，全体受罚。人家南街那边都没有闹，你们闹什么？他们男人只要照顾好自己就好了，可是我们不一样哎，我们有小孩哎，你们要处罚我们大人，我们没话说。可小孩呢？小孩怎么办？好，为了这些小孩，我帮你们说情。是谁带头闹房的？自己承认，让我好在上头有个交代。我就当没这回事，你们通通给我回牢房去，不准再闹了。等一下，你这样大家会怪红玉的。不怪他，怪谁？是，今天这个事情红玉有责任，但是如果要怪，那就怪我们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呢。我们生在一个错误的年代，来到一个错误的地方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因为各种理由聚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憎恨、指责、抱怨，甚至是怒骂，但是我们还能改变些什么吗？我们连作为自由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，至少我们还有一点小小的尊严吧，那就是同情、怜悯、包容所谓的人之常情。这个情字就像是海洋的潮汐一样，随时在变，它常常经不起困境和黑暗的考验。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和黑暗没有打败丁鸿玉，却打败了我们所有的人。打从我作为一个母亲开始，我就不轻易承认失败，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有一个失败的母亲。但是今天你们的表现让我很沉痛地承认失败。请问各位，在被扭曲的人性和恶势力的面前，你们都低头了，我也只能承认失败。各位，我们都失败了。齐舍利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如果是认错，我就原谅你。如果是煽动，你自己应该知道后果。这次的闹房是我带头的。哼，王美琴，认清自己是哪块料，凭你有办法带头闹房吗？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没有办法，可是我愿意承担。任何的惩罚对我们来说都是雪上加霜。这里的牢房已经太冰冷了，请不要在我们凄凉的命运中增添任何霜雪，痛苦已经太多了。还有没有人要说话的？如果没有人说话的话，今天的闹房我就认定是齐秀丽跟王美琴带头的，其他人都给我进牢房。齐秀丽、王美琴，跟我出来。控制牢房，快点！
秀丽，你在这边等一下。王美琴，过来。你是做老师的，教学生这么多年，伊来这么久啊，嘛是着爱较紧的，敢事事行行拢爱我教你。好，你要爱我教你，我就教你一项代志，命干那一条，唔通无台无志，就白白浪费。我拢教我的学生做好人，做好代志。来到这，我所看到的，跟我平常时甲学生完全无同。今仔日，我若是无凭我的良心讲话，另讲，我哪有法度面对我所教过的学生？你免想遐尼多，你即马爱面对的，是要安怎伫个这平安过日子？我应该坦白甲你讲。在家路内底，乖的唔那是人，佫有无情的现实。今日好佳仔是我娶对，若总讲我做是别人，你十生就无够死。内底，乖的唔那是人，佮有无情的现实。今日好佳仔是我娶对，若总讲我做是别人，你十生就无够死。在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行为叫做沉默。秦秀丽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所知道的沉默是一种伟大的力量。我的孩子还不会说话，他沉默的时间比哭泣的时间要多得多，但是他就是有一股力量可以牵引着我这个做母亲的心。很多人沉默并不表示他们就同意你们的做法。我看到一群有权力的人，他们像海啸一样，没有同情心，不顾一切地淹没这个大地。他们的声音够大，他们的力气也够大。我想你所谓的沉默，其实是大多数人的心。他们像埋葬在深海的暗潮，你应该知道，汹涌的暗潮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惊涛骇浪，这就是我所谓的伟大的力量。秀丽，你讲的话我都记下来了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些话告诉我的学生。米欧，想不到你这么快就中共产党的毒。
可能。你若爬起来，啊，若无拄到车，方要安怎？我来看遐树叶啊。你去好困啊！你若爱看树叶吼，我压几下你过来看啦，吼。树啊，吊在帐顶，才算是几丛树啊。一旦若变作落叶，就无根无枝，我差一点啊，就变作落叶。台湾人咧读册的人哦，拢较好心，是讲哦，你想安想到时间就无要紧，你千万唔通是袂开呢。像一阵啊，咱安尼四界走走，嘛是想要甲恁头家救出来。不过即马，我顶多会惊，我惊伊出来了，我见到伊面，头一句话是要讲啥？是啦，头家你，迄个干妈店阿叔一个阿婆，嘛是无啥话讲，咱嘛做了几世人，头家是读册人。事已经当伊安分啦，嘛也袂想。韩姐啊，万一……大伯娘，有我韩姐在吼，无可能让你万一的啦。你嘛也袂想啦，你好困，我有看路伊来，你食路伊吼，工作快收煞，吼。真侪人嘴讲外师长、外师长，迄拢是你唬人的啦。啊，若韩子啊这个人吼，伊个人无亲像，伊迄种师长啊，是为心肝硬咧死出来，所以啊，伊的话甲我会合。哈哈哈！潘经理啊，今仔日吼，你一定爱和我讲一下，为后个月开始啊，韩子的月金哦，加减月天挂，这个面子算我的。什么？你是？我天后啊！伊是我无当地去熟识啦，我甲伊讲些话哩吼。喂，出，出！你等我一下。